昨天大家都在夸金刚可爱，疯狂爆灯要看我们可爱的金刚，连夜剪了个金刚洗护的对比。巨贵其实是犬种巨型贵宾的缩写，小型的是玩具贵宾，俗称的泰迪。泰迪其实是一种狗狗造型，把贵宾犬做成泰迪熊的造型，修泰迪熊造型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的就将泰迪熊样式的贵宾称之为泰迪犬。美容师最喜欢的耳洞，特别好操作。金刚的性格真的特别的好，他妈妈说在家给金刚剪毛发，一不小心剪到了他的肉肉，他一声都没吭，还用舌头按着妈妈，把他妈心疼的再也不敢在家剪了。狗狗真的是那种无论你怎么对他，他都是满心满眼都是你，毫无保留的爱着你，吹干了一半已经变成一团棉花糖。金刚的发量是诺贝尔羡慕不来的，哈哈，毛量一多你的眼睛变得好小。昨天本来是剪的诺贝尔美容，大家就是被金刚这个镜头吸引了，看我们金刚洗完澡是不是胖了一整圈。